就拿着尺，嗯，在里面出门的时候，小二叔，哎，四哥，啊，你待在哪里啊？他俩正跟他商量着吃啥了。我说要吃烩面，他不吃。你要吃啥？带肉。牛肉啥吃的？也给你找点硬的，走，找点硬的吃。走，好，找点硬的。这个是野种客了。啊，够硬吗？小心你压。啊，自己都不接他。硬。就是我，就罗两肉酱。你好，好长时间都没见了啊！你发现没有，这最大的好处，他没有一个戴手套的，天天冷他都不戴手套啊！叫他心忙再关一点，而这是就是麻烦一点，哦，吃了放心呐。那你想，平常体验好多时候，一在猪毛刮的感情，其实这帮手工刮，偶尔带个一个两个水正常。都咱的咱的这边是刮的、哦、像这主题这样分前天前天给这个后天扎粉了咱们看到的就选小镇最后这后天这接着开门对啊前天这接着开门都是这一点、啊、短一点都离都大不都缩小等于这个脚长看见没啊、哦，这都有。快说点知识。我买的多了，往外边带，往外边发。真空。可以，但我官方报是这样的。官方十来天，这天应该四天半子。下锅了。啊。下锅了之后，一般都是这个锅当中不是多吗？开大火，大火等我烫滚了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关上小火开始焖，焖大概是中下来的三个小时这一锅。啊，整个下来三个小时都出锅了。啊你这个卤汤，这个卤汤可是老卤汤了。卤汤，这卤汤一百多年，从开始炖着开始干的时候，一般到现在都没动过汤。这汤是给咱炖出老点气来，然后都搁这锅里头。这锅一般管卤多少斤？这一锅出来应该在300斤左右。咱工厂的锅大，咱工厂那一锅出来大概600-700斤。600-700斤。哦，比这个锅要大这20公分。这个经常还得翻，它不翻，因为主题是它上面胶原蛋白含量高，它光粘锅。哦，这不花饭还粘锅了。嗯，大家主题是吃了热的是热的味儿，凉的凉的。对，主题是有点热、哦，它是热的一种感觉。烂糯，凉了是筋的脆的，它凉了都不粘手。对，一点都不粘手了。特别炖上这个主题，它就是凉了以后吃了它脆，咽，那大料都在那料包里边、它这个永远用料包包住吧，它不包它料包的时候撇渣子它不好撇。哦，你这放的是啥？放了冰糖上水用的。冰、哦、的。它这个冰糖的烫，它裹了油，越熬越红。冰糖不但上色，它还提鲜。对，提鲜。对，好看。我还懂了。你懂那些多呀？当然了，我也是菜人呐。那这是干菜老的老前辈。这等于大火开到现在一个小时了是吧？对。这都等于可以开小火了。啊，开小火一顿就行了。好嘞，小火啊，再慢慢的炖。看那几个料包，啊，厉害不厉害？这光料你下多少？老板得有多少种料？20-30种大料，20-30种大料是吧？三个小时的炉子出锅了啊！哎呀，对不对啊？说恁天天现在一天炉几锅啊？炉30锅。一天30锅。嗯。我帮你端一盘。好，谢谢。哎呀，看对不对啊？我坐下，我问这个劲儿。好，谢谢啊！啊，不客气。哦，好嘞，慢点。家里怎么了？买点馍吧。懂啊，懂。咱那有馍。恁那有馍吗？啊，咱那是炖着嘞，干的馍。哦，咱看看。啊，走。这留都给他留了吧。这不是，这炖着嘞，炖着干的馍。哦，这种干的馍。就光你爷我搁这炖馍。对呀、啊。那再。啊，提前预定。还有几天嘞？咱先订一箱，先吃着。要先订一箱吃着，懂吗？这个。几个是生活美啊，几个咱各吃各的，你拿了前天后天来，我自己拿，我来吧，我自己拿啊，就拿着尺，嗯，在里面厨卫的厨房，啥时候看见不像厨卫啊？乌龙山教会的，嗯，味儿，这些吃主食才有味道。哦，慢慢搅一搅呗，想吃不想？想吃了过来。贵这个鲫鱼本来吧，这还刚刚了吧我？这什么吃亏啊？对，等等来，刚的面目。来，等等来、啊。
你试一试，来啊。嗯，下周见啊。